我哋今个星期有同青年爱国乐团嘅林总监喺文化中心有一个演出，喺1月8号啦。咁晏昼三点钟一场，夜晚黑7点钟一场，系啦。所以话咧就演平直播时间会有少少改变。当然啦，如果你哋想听咧，都可以睇下有冇飞，可唔可以去现场支持下我哋。多谢你哋。那我们这一周1月8号会跟香港青年爱乐乐团一起合作这个1月8号的这个文化中心的交响乐演出。如果你们有时间也可以来到现场来支持我。所以呢我们的直播时间会有小小改变，然后具体的会在下面公布。谢谢你们，到时候见。轻轻声漫长，空悬。